梓帆三人组成，恶搞坏男友，宅牌，泼水无一幸免。百万网友大力狂推的新世代女子唱跳团体伊梓帆，是由三名女孩陈一、依依、董子宁、子子、杨小帆、小帆所组成。三人于去年年底推出2018写真桌历礼物书，一上架就立刻攻占各大书店排行榜，礼物书首刷还附赠全新创作 EP。 这首单曲 Boy Why Boy 是由董子宁、子子填词，这是他首次尝试创作。这首歌是在告诉女孩们要努力活出自我，勇敢甩开坏男友，大声唱出女力态度。伊梓帆为了这支 MV 还特地邀请自己的网络红人朋友们友情跨刀客串，不但无酬帮忙，还必须要在 MV 中被五花大绑宅派跟泼水，让伊梓帆三人对他们有满满感谢在心中。导演透过歌词也与子子聊过后，决定让伊梓帆三人组成复仇者联盟，让他们在 MV 中帮闺蜜对付坏男友。伊梓帆在2016年底出版首本写真 EP《因为你我在这里》，网路上架一小时内四大网路书店精装版随即销售一空，让三人在出版界创下不少记录。而他们精湛的舞蹈技巧、无限的热情活力，让他们接下多场表演活动场场都有许多死忠粉丝到场支持。去年年底三人推出2018伊梓帆写真桌历礼物书，再次引起出版界一阵旋风。伊梓帆三人在首刷版的礼物书中附赠他们的最新单曲 Boy Why Boy， 这首单曲是伊梓帆团长子子首次参与创作，由子子及 BJ 共玩共同填词， BJ 共玩谱曲。 BJ 共玩这次替他们量身打造洗脑舞曲，天王御用编舞老师导弹帮他们编排性感的电臀舞，让他们三人化身小坏坏替女孩们发声，希望女孩们可以独立自主，活出自我，勇敢甩掉坏男友。子子表示看过身边的朋友遇过坏男友，听到他们被男友打还被男友借钱，就替他们难过跟不值，就觉得应该要替女孩们发声，鼓励女孩们独立自主，勇敢做自己，勇敢跟坏男友说分手。MV 导演让伊梓帆三人组成复仇者联盟，在 MV 中帮自己的闺蜜们向坏男友提分手，同时惩罚这些欺负闺蜜的男生，帮全天下遇到烂男友的女孩们出一口气。伊梓帆为了首支 MV 特地邀请自己的网红好友们来相挺，他们分别邀来泱泱、吴阳林、林雅儿、星光奈奈、奈豆、肖志伟、 DJ 共玩，每位好友都不收分文且排开工作一起相挺。当中最辛苦的是奈豆、肖志伟及 BJ 共玩三人，在 MV 中被砸牌、五花大绑跟泼水，模样狼狈不已，被伊梓帆三人整惨了。三人聊起是否有遇过或是有听过坏男友的事迹，三人异口同声说曾经听过被男友动粗的事，
真的觉得男生再怎么生气都不可以对女生动手，这行为非常不可取，也非常不认同。三人聊起是否曾像 MV 中一样帮闺蜜教训坏男友，依依笑说，曾经有闺蜜怀疑男友在外偷吃，不过闺蜜没有证据，所以就与依依商量，请依依去吸引她男友。没想到依依还没被派上用场，那个男生就偷吃被抓到了。三人对于 MV 中恶搞坏男友的行为最觉得有趣的是泼水那段，当下还想建议导演是否可以改换泼饮料比较有趣。